果問你有一個機會同妹妹一起學手語，你會唔會想試一下？嗯，會考慮。會考慮一下。嗯，好啦。係咪嚴重得滯？我覺得就聽唔到的人咧，可以同聽到的人咁樣話，因為咁樣我哋唔會咁寂寞咯，以為人哋會誤會佢話係因為耳仔嘅情況。即係好似我依個情況，我聽唔到的人咧，可以做手語俾佢聽。即係我覺得大腦可以幫嗰啲聽唔到的人咧，幫佢解釋啊嘛。即係可能會有同學同佢想同佢傾下偈，咁我可以幫佢翻譯一下。